南韩女团 New Jeans 出道不到一年就打破多项纪录，超强实力与舞台魅力吸引大批粉丝喜爱。而 New Jeans 即将在七月回归，近日陆续释出预告，只见全换上金色长发，成熟又优雅的模样，与之前复古风完全不同风格，再度引起粉丝高度期待。另外，还没跟报道 New Jeans 将登上 IU 的网络节目 IU 的调色盘。据悉 ，New Jeans 全员日前已完成了录制，许多粉丝得知后都相当期待 IU 与 New Jeans 会展现什么样的火花与特别舞台啊。